月9日，聂远妻子秦子月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组照片，为女儿6岁生日送上祝福。照片中，女儿穿着粉色草莓裙，一头长卷发，手握着一大把气球，妥妥的公主蛋。聂远和秦子月夫妻俩为女儿准备了迪士尼主题的双层蛋糕，秦子月还贴上了一张全家福，三个人都比着六的手势，女儿正脸神似爸妈，很是甜美。秦子月穿着简单，皮肤光滑细腻，宛若少女。一旁的聂远笑得十分开心，额头上却挤出了许多褶子，脸部肌肉略显松弛，两口子状态差距明显。毕竟聂远现年42岁，足足比秦子月大了10岁，看起来显老再正常不过。年轻时期的聂远也是一枚妥妥的小鲜肉，在上错花轿嫁对郎中饰演齐天磊，几乎装扮下令人叫绝。聂远其实有过两任妻子，第一任妻子叫王慧，是聂远的同校学妹，两人有过不到4年的婚姻。聂远福气不浅，第二任妻子秦子月同样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属于天然型美女，非常耐看。两人结婚后，秦子月甘心做老公背后的女人，渐渐淡出演艺圈，将重心转移至家庭。平日里，秦子月喜欢分享一些美食、萌宠、萌娃的日常，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。32岁的秦子月很有少女心，她会打扮成学生的样子，站在老公的人形立牌前，揪着海报上聂远的耳朵，十分俏皮。这对年轻差了10岁的夫妻，或许在外貌上差距会很明显，可只要两人心态年轻，心里有着彼此，年龄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